法治于人，虽小必慎；秉公办案，法护平安。他们是扫黑除恶斗争的参与者、宣传者；他们是涉黑涉恶势力的举报者、绝缘者；他们是办理黑恶案件的裁判者。 系列节目《裁判者一线》栏目即将播出。这天一大早，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的于海洋法官和同事就开车出发了。他们要驱车赶赴距离西宁市城区150多公里的门源回族自治县浩门镇，对于其案件的被害人进行回访。 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处青海省东北部，这里北倚祁连山，南临达坂山，气候湿润，风景宜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今天我们去的这个人叫这个于仁云，一会儿到那个被害人于仁云的家里啊，今天我们主要是做一个案后的一个回访。今天这个回访的内容啊，主要是就是说在这个 案件判决以后，啊，他首先对咱们这个判决的结果啊，有没有什么意见？应该就是被害人的家啊。对。哎，你好，是吧？啊。中午11点多，于法官一行终于见到了于先生和他的家人。哎，好好。这个案子我们现在已经一审已经宣判了啊。 以后这个对这个法院的这个处理结果啊，这个各被告人的这个刑期方面啊处理结果，给咱们这个因为是作为咱们这个案子上的被害人啊做一个这个案件的一个回访工作。于先生，门源县本地人，回忆起自己曾经的遭遇，于先生至今都心有余悸。心里面一直有块心病嘛，这么多年就想着国家早晚肯定是。 还是这个事早晚要弯出来的吧，对不对？不可能一直这样沉下去了。他在门源县这个经商啊，也长期在这个门源县从事这个商业活动。这个案件他主要是根据这个跟其他人有这个经济纠纷啊，然后将一个这个筛金床顶债顶给了这个于人。那是2013年1月，一个客户因为无力偿还于先生的欠款。 为了抵债，就将一台筛金床抵押给了于先生。可是，在于先生看来，这台筛金床在他手里并没有什么价值。当时这个于想把这个筛金床对外出售，当时就在西宁找了一个买家，啊，并把价钱就是谈好了。谈好了以后，对方就有开的这个吊车，还有这个翻斗车，这个搬挂车。 一行人，五六人，然后就到这个门源县，准备将这个筛金床，然后拆卸，装载运回这个西宁。就在买家准备拆卸这台抵债用的筛金床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了。孔繁亮就纠集，手下人员十余人，乘坐分别乘坐几辆车，手持这个。 这个砍刀啊，木棍等到达现场，对这个于这一行人进行了这个殴打，一来就打，往死里打，就这样。再有的人说不看你咋样咋样，我这马上就开始撞死你，你咋了？打伤以后，于等人就到这个协和医院进行了这个救治，在这个救治过程当中。 这些纠集的人员又再次对这个被害人一行进行了这个殴打。对于于先生等人实施殴打的这伙人，以孔繁亮为首，他们之所以会对于先生动手，是因为抵押给于先生筛金床的那个人正是孔繁亮的亲叔叔。在得知叔叔的筛金床被于先生转卖的消息后，孔繁亮二话没说，就带了一群人来实施了报复行动。 你只要说出来这几个人的名字，门源县90%的人都知道。只要说起这个人，你要说黑社会呗。
就是说这个被害人报警以后啊，这个当时的这个浩门镇派出所啊派这个出警到达了现场啊，将这个于一行人带至这个派出所调查情况。到达派出所以后，孔凡亮等人又跟随到这个浩门镇派出所，在派出所又趁这个民警不注意，对这个被害人一行又进行了这个殴打。多次殴打之后，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完结，后续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于先生一家人敢怒不敢言。就没有我们说话的钱，连所长都说：“赔钱，你们看你们自己咋解决。”对方就要钱。经过这个派出所的这个调解处理啊，这个是要求这个被害人于仁云一方给这个孔凡亮啊、孔庆一方赔偿这个医药费等损失20000元啊。这个于仁云给其这个妻子打电话啊，将这个20000元这个赔偿款送到了这个派出所。自己明明是被害人，却要向施暴者赔钱。于先生虽然觉得很窝火，但迫于对方的强势，还是选择了给钱了事。于先生将这件屈辱的事情忍了下来，这一忍就是好几年，直到2018年4月的一天，青海省公安厅的办案民警找到了他。你既然认为这个事情处理得相当不公平啊，对你这个为什么不反映这个？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还在要在这个门源县生活啊，这个孔凡亮这伙人我惹不起啊，我也不敢惹啊，然后就是所谓只能忍气吞声。我是先也是探一下底吧啊，看你们是不是撤职下来闪上下来办这个事的。只是咱们这个省公安厅的这个公安干警找到他调查这个事情，说是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啊要打击处理啊，要这个案子我们已经立案了，对他的这个犯罪行为要正在查处当中。他说我才敢和咱们这个省公安厅的这个办案民警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才进行了这个说。以孔凡亮为首的这伙人为什么如此霸道？于先生一家对他们又为何如此忌惮？这些人的背后还隐藏着哪些罪恶？黑老大称霸一方，横行数年，在当地罪行累累，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老百姓怨声载道，甚至到了谈恐色变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老百姓深恶痛绝，却绝口不提。案情复杂，性质恶劣，司法审判将如何给黑恶势力沉重一击？裁判者，司法利剑，一线正在播出。在门源回族自治县，被孔凡亮等人欺压伤害的远远不止于先生一家。离开于先生家后，于海洋法官跟同事又来到了一家被查封已久的宾馆楼下。据了解，这家宾馆原来的主人姓何，从外地来门源县城做生意已经很多年了，可就在2016年，这家原本生意红火的宾馆却被迫更换了主人。姓何的这个被害人，他在这门源县经营了一家这个龙宝园宾馆啊，但是他这个有这个赌博的不良嗜好。他在这个开设宾馆期间呢，就是认识了我们这个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就是谢某和孔某两个人。认识了以后呢，在交往的过程中呢，他们一块就是说是参与了多次孔某和谢某组织的这个赌局。原来在2009年前后，何某因参与赌博及项目资金周转需要，先后多次从一个叫谢战友的人那里借钱，而谢战友正是孔凡亮开设赌博场所的合伙人。他先后向这个谢某友借款800余万元啊，但是800余万元也进行对这个谢某友进行了这个还款。截至2010年，他们这个还款数额已经过这个我们的计算以后，已经有1000余万元啊，也就是说已经远远的这个大于他的这个借款的数额了。
尽管何先生的还款金额远远超过了最初的借款金额，但谢占友、孔凡亮等人并不满足。因为他借的是高利贷嘛，啊，然后经过这个利滚利的计算以后，认定他这个被害人仍够仍欠这个谢某友的这个840余万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被害人没有这么多的钱来归还，当时就胁迫被害人签订了一个宾馆转让的一个协议。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栋楼第4、第5层，即原来的这个龙宝源宾馆，也是这个被害人何某某的这个个人财产。我们看到的这个地下车库，也是这个被害人的一个原来的一个个人合法财产。案发以后，经过我们这个鉴定，这个龙宝源宾馆的价值在2200多万元。因为这个被害人何某某欠这个谢某友的这个债务被强行索债，之后这个宾馆就被迫转让给了这个孔某亮和孔某泰，以1400万的价格转让的。转让之后，这个宾馆更名为现在的这个华兴宾馆。后来这个人呢，因为这一个事情呢，他在当地的这个多年的这个经营呢，就是付诸东流了，血本无归了，被迫无奈出走外地。一家生意红火的宾馆在胁迫之下转让他人，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借助这件事，孔凡亮等人在门源县城彻底树立了所谓的威名。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公安局的侦办民警此时已经盯上了他们。谢某和孔某在当地经营和编织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关系网，案件办理过程中呢，也多次受到这个不同程度的阻碍。考虑到这个案情复杂，该团伙的这个作案时间跨度大，加之这些复杂的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阻碍，海北州公安局党委迅速向省公安厅党委作出汇报，省公安厅党委立即决定将案件提审管辖，由省公安厅牵头立案侦办。2018年4月19日，青海省公安厅抽调精干警力40名，成立了专案组，对孔凡亮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展开了侦查。谢某某和孔某某为首的这个涉黑涉恶团伙，在当地罪行累累，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老百姓怨声载道，甚至到了这个谈恐色变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民警侦查发现，以谢占友、孔凡亮为首的这伙人长期盘踞在门源县城及周边地区，涉嫌通过开设赌场、放高利贷等非法形式获取了巨额经济利益。最初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团伙里边的另一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就是孔某，是给谢某当司机，就在他的这个企业里边工作。从最初的司机到涉黑组织中的领导人物，孔凡亮凭借自己好勇斗狠的性格，逐渐拉拢了一群所谓的小弟，跟着他一起从事违法勾当。为了谋取更多的这个不当利益，为了更多的扩大自己的这个声誉，完了以后，孔某某就不断地在社会上网罗一些闲散人员，组织了这样一个团伙。这些团伙呢，在他们的不管是日常生活中也好，还是他们的这个经商营业中也好，都为这个谢某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一些帮助。在这个组织当中呢，他们有明确的一个组织分工，有明确的领导与被领导这种层级关系。2009年7月11日，一辆皮卡车行驶在门源县城的一条马路上，由于车速较快，来不及避让，皮卡车别了旁边的小轿车一下，但并未发生剐蹭。马路中间因为车辆避让的一个很小的一个事情，就发生了一个口角。发生了口角以后呢，这个司机，当时就是看到对方是这个孔某和谢某以后呢，
就心里产生了害怕，他就逃走了。皮卡车司机王某逃走之后，借战友孔凡亮觉得不解气，就开车追了过去。王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开车时一次小小的失误竟让他和他的家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时他们就纠集了大约有十多个人，这些人呢就手持着木棒，然后有些人没有拿到木棒的话，就在周围捡一些石头或者煤砖，就是在这个打砸这个他们这个院子。他们因为当时这个院子它外面有一层玻璃的一个封闭，就对这个玻璃封闭了就进行打砸。这孔凡亮啊，这些人呢、过来把我的车门塌了，塌了一个大洞，一下子再一会儿他们。我的人就把看到了过来，我就跑了。这个被害人的家里面呢，有两位老人，还有一位怀孕的一个亲属，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因为嫌疑人这边人也比较多，然后气势也比较凶，被害人这一家子就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打砸。在这起事件中，皮卡车司机王某的母亲和婶婶因为惊吓过度导致了心脏病发，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我一个阿娘说的，我们叫阿娘，阿娘去世了，过了20来天嘛，一个去送医院，我们拿钱治了。因为是一个村庄，人员相对比较密集，而且他们纠集了很多人，在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之下呢，在门源县就是这个事情传的是纷纷扬扬，所以说这些人的恶名也是靠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打砸、去欺负老百姓来积累起来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出来以后呢，这些人也就是成为这个门源县，老百姓口里的黑娃娃。谢占友、孔凡亮等人的行为在门源县当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案件调查初期，办案民警对此深有感触。我们的侦查员呢，在当地就是调查取证的时候，包括一些受害人，包括一些知情人，我们去走访调查的时候，这些人基本上是闭口不谈，唯恐受到团伙成员，特别是孔谢两家的这个打击报复。而据专案组民警调查，该团伙的涉案事实除了开设赌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之外，还包括串通投标、非法采矿等一系列其他情节。2011年10月，该涉黑组织成员在门源回族自治县某地连续盗采煤矿7天7夜，将7200余吨煤炭私自贩卖，获利50余万元。2011年，该涉黑组织成员在违规办理了相关手续后，盗采金沙170余千克，获利4000余万元。这个案件里边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14个罪名、66起，这个犯罪案件，包括另外还有5起的这个违法案件，都是谢和孔都是直接或者是间接这个指派团伙的成员实施的。2018年5月10日，青海省公安厅集结警力100余名，在西宁、门源两地同时展开了第一次抓捕行动。在24小时内，抓获了包括孔凡亮、谢占友在内的主要犯罪嫌疑人16名。通过进一步审讯，专案组民警又相继赶赴新疆、广东等地，抓获嫌疑人3名。截止2018年6月20日。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在整个行动中，专案组民警共扣押涉案车辆、房产、资金等财物合计1.59亿元。巧取豪夺，危害一方。不管是你从事什么行业，首先我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这个竞争环境。利剑出鞘，直指黑恶势力。要对这个案件要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铲除犯罪毒瘤，迎来公正审判。裁判者，司法利剑一线正在播出。
谢占友、孔凡亮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侦查终结之后，由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并最终向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个案件我们受理以后呢，院领导啊、院党组高度重视啊，因为这也可以说是我们青海省自中央啊发出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这个集结令和号召之后呢，我们省打击的第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啊，不管是从省上还是市上，对于这一起案件呢都高度重视。一要调配精兵强将啊，二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哎、打出声威，打出效果。作为我们院党组来说非常重视，我们赵院是靠前指挥，亲自参与担任审判长，那么作为刑厅厅长还有我们刑厅的业务骨干来组成这个黑。重要性、复杂性和社会上老百姓所期望的，在这个案件当中，人民法院应当打出一个什么样的声势来，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都是很期待的。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自我加压吧，啊，要求我所有参战的审判组的成员，包括助理、包括书记员、法官就不用说了，是加班加点啊，全部封闭办案啊，进入了这个我们法院的320专案组。案件人数众多，社会关注度高，影响面大，这使得参与该案件审理的每一位法官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像我们作为这个案件的承办人啊，是要一册一册的要看啊，而且平均每册卷都在200页以上，卷宗看完了以后要那个要书写这个阅卷笔录和这个初查报告啊。当时我们这个卷宗阅完，光这个初查报告我们出了是三稿，每一稿的初查报告都在1000页以上。在历时76天的时间里头呢，可以说是每天晚上几乎2点以前大家都没有睡过觉，每天早上都是8点以前大家都起床了。在这么繁重的文字材料当中呢，我们还要审查出来这个案件啊、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我们法律上所认可的事实确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主抓刑事案件审理工作的院领导，同时也是案件审理合议庭的成员，赵洪博心里明白，与他一起作战的同事中有很多年轻同事刚刚为人父母，他们对孩子、对家庭都有一份责任要承担。但是为了能够高效负责的审理案件，很多人都是暂时抛弃了对家庭的照顾。孩子病了，老人病了啊，家里有什么着急上火的事了，没给我开过一次口啊，没有说是哎院长我要请半天假我要回去啊，始终我们这个专案组在76天时间里头都是一个整体，都是一个集体，没有任何一个人啊说是谈苦谈累。年轻同志比较多，尤其像我们于海洋，她这个姑娘因为生日我记得比较清楚，那么其他的你像法官助理啊、书记员啊，也都是一些年轻同志，这样的话我们是五加二白加黑。于海洋清楚地记得，她接手该案件的审理工作时孩子刚出生17天。因为我这么说吧，那对爱人可能亏欠的要大一点吧啊，在这个他这个休产假期间啊，我也确实都不在家，我们就进到专案点了，一直到这个案件结束啊，所以说我回去以后我那个小孩都对我都不太认识。不过繁忙的审理工作让于海洋顾不上对女儿对家人的牵挂，他告诉我们，当时他每天想到最多的还是如何才能让这个广受关注的案件得到依法公正高效的审理。作为我们有幸来成为这个案子的承办人啊，肯定要这个细心啊，然后要对这个案件要负责，
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每一起的犯罪事实啊，每一起犯罪事实下面的这个所有的证据啊，都要一一的进行这个梳理啊，进行一个研判。不同于以往审理的普通刑事案件，针对孔凡亮、谢占友等涉黑一案的特殊性，为了保障庭审的顺利高效进行，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尝试采用了一种更有针对性的审理模式。大庭前小庭审的这种模式，我们开了先后开了4次庭前会议，因为这个一开庭前会议吧，也相当于是一次庭审。我们是应严格按照相关的程序，既满足了当事人的权利，而且也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包括非法证据排除啊，程序上是否存在瑕疵啊，这些问题都在庭前会议当中充分的让公诉方和辩护方，包括被告人本人啊，提出质疑啊，完了以后把很多就是说不一致的地方吧，或者说是程序上的一些问题，全部解决在了这个庭审前。上午9点，随着法锤的落下，青海省扫黑除恶第一案正式进入庭审程序。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审判长，鉴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已对起诉书充分查阅，庭前会议也已对在案各被告人基本身份、采取的强制措施等情况充分核实，确认案件来源，公诉人现由起诉书依法审查查明部分开始宣读。在城中区人民法院这间最大的法庭内，旁听席上坐满了当事人的家属以及各界群众。下面就公诉机关指控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现就起诉书指控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出示证据。被告人谢占友，到。你对公诉机关指控你该起犯罪事实有无异议？有。向法庭陈述。我跟何方阔借的这个钱，到最后他还清我这个钱，这中间我根本没骂过他，我也没打过他，这是我们双方自愿的，也是他当时急需资金上我向我借的，暂时性就这些。被告人孔凡亮，对起诉书指控的该起犯罪事实有无异议？有，我不知道，我对这个何方阔跟我关系特别好，谢占友也是我们关系特别好，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借贷情况，我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只是在那个收购那个宾馆的时候就知道他欠了他的钱，至于是欠了多少还了多少，这些我从来没问谢占友问过，我也没有从他的这个收取的这个利息的当中，我也没分过钱，也没问过啥，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只是参与收购了宾馆是吧？就是收购了宾馆，这是他双方自愿的，他找了我好几次我们收购的。在庭审当中，被告人孔凡亮和谢占友对公诉机关提出的敲诈勒索何某的相关指控并不认可，他们认为无论是借贷还是转让宾馆，这都是正常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强制的意思。其自2009年开始，一共向谢占友借款879万，截至2016年，其还款共计1723万元，多还了844万元。证实龙宝园宾馆是何方阔在2012年的时候投资建设的，后来何方阔欠了谢占友的高利贷，谢占友就逼何方阔还钱，有一次还派人把何方阔的车围堵在了地下车库长达1个星期左右。另外，谢占友还逼了何方阔签了一份宾馆转让协议，说如果还不上钱的话，就要把龙宝园宾馆收走。那段时间，何方阔被逼得几乎精神崩溃，后来何方阔没有办法，就打算出售龙宝园宾馆来还债。期间有一些人来看过宾馆，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都没有买。中间有个黄忠的老板来看过之后说，得知宾馆已被黑社会控制了，所以不敢买。最后何方阔无奈之下，就以1400万元的价格把原本价值2000多万元的龙宝园宾馆转让到了孔凡泰的名下。被害人前期给他支付的是600多万，600多万，支付了以后，被害人将其中的616万元转给了这个，当天就转给了谢某友。法庭调查得知，在拿到转让宾馆所得的部分钱款之后，
何某随即就把其中的绝大部分用于了归还所欠下的高利贷，而谢占友拿到何某的钱之后，又将其中的一大半给了孔繁亮。也就是说，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孔繁亮和谢占友共同策划、共同实施的。被害人实际上除去了给这个谢某友的还款啊之外，他这个宾馆上实际上他拿到手里面呢，也就只有个一二百万，也就是2000多万元的这个宾馆，他实际上拿到手的只有一二百万。这个谢某友通过这些就是敲诈勒索这个被害人的这个整个过程装当过程完了以后，获利的是790多万元。案件的开庭审理整整持续了3天。2019年3月20日15时，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件当庭作出了判决。讨论决定，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谢占友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被告人谢占友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等11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3年。被告人孔繁亮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等12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3年。被告人马某良、孔某泰等人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分别被判处20年至1年不等有期徒刑。在对以谢占友、孔繁亮为首的涉黑团伙开展侦查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也发现有多名公职人员被该组织拉拢腐蚀，其中有人为团伙成员出谋划策，有人为团伙成员销毁隐匿犯罪证据，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目前对这些违法违纪公职人员的审查和起诉工作仍在继续。清除了这些社会毒瘤之后，咱们的这个老百姓在日常生活过程当中，首先不管是你从事什么行业，首先我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这个竞争环境啊，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免受这些黑恶势力欺压残害，人民的这个幸福感会进一步提升。案件一审宣判之后，谢占友、孔繁亮等被告人不服判决，向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2019年8月12日，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当天傍晚下班之后的于海洋终于有时间接上妻子，匆匆赶赴距离西宁城区几十公里外的海东市平安区，两人约好了回岳母家看望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在孩子出生后的这段日子里，于海洋夫妻两人见到女儿的次数屈指可数。我的这个爱人也是咱们这个法院系统的，也是在咱们这个西宁市的城西区法院，也是搞刑事审判工作的啊，所以说我们两个人还是能够互相啊这个理解对方，家里人吧，父母亲这边还有这个也还好啊，对我们的工作也是比较支持。他俩可是工作也忙着，压力大着，在那去付个点，完了给你们发现那么逮着，在那你们两个人。我主要一忙啊，压力一大呀，再去顾家把顾家操心好，照顾好，饭吃好好就行了。每年的7、8月份是整个门源县最美的时节，油菜花漫山遍野，形成了博大壮阔的花海奇观，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个美丽的小城，享受闲暇时光。而在这份闲暇、这份惬意的背后，是包括公检法在内的各个部门为平安和谐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是包括于海洋法官在内的众多司法人员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